早上好，今天出门好了妆，然后先打算去 Acid Cafe 喝一杯咖啡，吃个早饭，然后再去逛Prado Museum。 早上真的好安静，特别是星期天的早上都没有什么人，街上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勤奋了吧，为了吃喝玩乐。刚才那一家 Acid Cafe 就是真的让我想起了当时在哥本哈根的时候去的那种咖啡馆，然后他们家也有卖，就是哥本哈根他们那个咖啡馆卖的那种小面包，然后配上黄油和 cheese。 现在就到了 Prado，要从这里排队进去吧，应该是。刚才从那个 Prado Museum 逛出来了，逛的七七八八，大概逛了两个半小时，但是没有逛完，应该就逛了一层和底层，然后还有上面两层都没有逛，太大了。我已经十分饿了，要先去家面包店买吃的。还来给我一个上坡，我天哪！这是这家店吗？我已经闻到面包的味道了。看起来好棒，闻起来挺不错，那我来吃一下。嗯，嗯，好好吃。Oh my god！ 嗯，我等一下要去吃午饭了，但是实在是太饿了，感觉这一整块我都可以干掉。你知道西班牙人吃饭都是三点吃的，然后我和朋友约了一点半，我说取个中间值吧，我实在是等不到三点，然后我现在连一点半都等不到，太饿了。果然来到西班牙、葡萄牙吃东西都会变得疯狂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。颜值非常高。刚才和在西班牙马德里
的一对情侣朋友吃了饭，没有让他们入境，悄悄的吃完了。好，我滚。这是什么啊？假的，假的哦。那边那个树金灿灿。这大哥。之前也是有点累，这个蛮考验腰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乌龟还是王八呀？明天我是真有眼。现在进到这个水晶宫里面。Right there on top of the moon, we could sit and do nothing. I wish. 真的好漂亮，它嘴上有打个标哎。应该是给它做标记或什么的。对，是要做标志。哇，超级可爱。Instagram 吗？现在来这里喝了一杯抹茶拿铁，但是不好喝。看我的现在心情。现在在我去朋友家之前，去来看一下这个伯纳乌体育馆，就好像还在建，应该会是建好之后会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足球场。现在天黑了，好像就看不到太多东西，我就来随便逛一下吧。刚才那边喝那杯抹茶拿铁实在是不好喝，喝的我现在还有点不太舒服。明天再去喝好喝的吧。我现在走到这个区域真的是十分的 residential， 这都是居民区。好，我现在要找我朋友的公寓，应该是在这边转过去。现在到了我朋友家楼下公寓的这个入口，不知道要按什么。Food。哇，这包装不错哎，好严实啊！我们要拿盘子是吧？我感觉那个可以。啊，现在从朋友家到住的地方了，然后开始下雨，还好这个地铁口出来没有很远，还好我记得回那个酒店的路了已经。怎么会有我方向感这么好的人？哦，现在还是好饱啊。有点不太舒服，感觉回去得吃一片胃药。今天就先这样啦。